我只是拄仔好伫个楼骹，就想讲等你转来嘛。你真正是我的好太太咧，竟然这么有心，专工等我转来。辛苦你啊，你等下就忝的对吧？忝到拢准备趴伫瑞德身上休困啊！出差啊，阿祖啊，你看到我要挂行李、整理物件要处理的，你感觉足欢喜的啊？我无安尼讲啊，我只是关心江水海那边干嘛。是，最近是我受过够猜疑啊。我真正足疼阿姊妈的家己的，老婆，我到底是要哪只好啊？你跟我讲啊！你有可能一直困在病院，无啥可能情啊！我去替你看啥个？你今麦大心大命，巴肚内底有妈的不妙符，我来的话，你这里又困来。你是安怎要看我的衫啊？因我想想的啊，总明的只有我一个人不幸啊。说来，咱要找一个无人识在的所在，啊，你安心哦，给囡仔生落来。啊，然后才将个囡仔交瑞达公阿姐家用啊。哪呢？咱得当重新开始过日子啊！老婆，阿辉的，你不是最爱钱的，我有钱，我你才到时阵哦，马上买保险来啦！我不爱哦，我不会跟你离开，我不会跟你离开。你不是讲咱两人徛江边？你不是讲咱是伫同一只船顶啊？我是你的好战友呢，老公，你即马，你早都已经把咱的婚姻我当作是一回事啊！你准备跟我摊到哪一边啊？难道你对咱大大方方一直是有瑞德？叫较大声的，叫！我无，我会听袂到啊！紧叫，紧叫啊！我无！小宝，你一支嘴的，讲出来每一个字，我拢感觉是白扯啦。快放开！你把我放回！浮生浮水啊！可是讲我若要死的，你嘛是许陪葬敢不是？我不爱！你安尼你唔惊？我把大地你当个伤着是吗？你给我放开！放开！今麦开始，你对我所做一切，我会加倍还你。我今麦大心大命嘞！
你就无爸啊！恁明明就知影瑞德上要紧的人是爱家，结果你进来了，敢有想要迄种要甲瑞德吃掉的感情？你怀疑？你这个下贱的查某啊！讲你话不真，你就话不真。李义廉是这四行啊，你连半行都无啊！这不是绝情，不是啥啊？你走！你是凭什么要来对我哈？我要跟你离婚！离婚？你是凭啥？没有，我不是我狗。阿哥，我今麦就是白给啦，安怎？恁三公两公就安尼冤，咱今麦关系咱就拍歹去啊，啥做阁唔肯离婚？不是有人在讲啊，爱可以胜过一切啊！我是真正就爱你的，你就爱我的，潘少爱。如果你知影我捌带的囡仔是瑞德以后，你对我的爱早就变作是怨恨啊！爱我替你扛着病院用的。要继续做阿嬷无可能啊！你那是我提醒你，就算讲我是勇主啊，我今嘛也是同款世道。你讲啥？要把我给平退倒来？头家是破几空啊！这自头到尾拢是你的目的，不是我的。要分遐尔清楚是吧？难道无机会继续啊？咱是有啥物幸福啊？以后拢无啊！你看到我有瑞德的囡仔，以后伊若是生出来，你敢讲心内底有法度接受伊？就算讲这囡仔，予瑞德还佮何爱佳因领养去啊，我若是加看伊一下，你心内底一点仔共伊的感觉拢无，莫佮家己骗家己好无？我明明就有我家己亲生的囡仔，是安怎要为着你弱精症去收养一个根本就毋是我的囡仔？这日子一久，敢讲我拢袂怨恨你啊？哈？你就会，是我才会带你走啊！只有咱离开啊，我看到了总督所啊！不可能啊！不可能！你走，你走！我不可能跟你离开的，你走啊！放开！只有咱离开的，这个家才会平静啊！因为。所有问题拢是闽南市引起的，不可能对你走，你给我反悔，你给我反悔，我求你好无？你已经无爱我，你对我敢那不甘愿尔，我嘛无爱你啊，我即马敢那惊你，你已经无可能继续啊，你放开。你听我讲，你听我讲！
我爸到底在囡仔因叫嘛呢？你即马，你即马只要生存大家就好啊！你牺牲你家己，你才能救你上爱妈妈呢，对不？刚刚你希望妈妈伊救袂我，哈？你一定嘛希望看到伊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过伊后半世人，对不？是吧？你即马只要退一步，咱所有人的人生得用重新开始啊！是人啊！男士的不倒来，你哪会当救我？我真正在怀疑，你是不是真正无孝敬你家己性命？又搁今仔日这个抗战啊！你搁敢来对我讲话？我只是希望你能够站台桥，安尼咱大家人都拢解脱啊！最后问你一解，自从回来了，你是不是从来都不爱过我？只要咱离婚，大家拢会感激你。我即马上无需要的，就是你感激的。杜信宏，最后你一定会答应的，因为我知影你的弱点，你嘛从来拢无赢过我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美凤。虽然美凤最近无新的戏推出，但不过美凤有约，游玩天天陪伴大家哦。欢迎大家到 YouTube 民视生活资讯台收看哦，谢谢你们。